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.2 卡池新角色例会时间确定 5.3 双女五星登场，后台女兵法太香了 5.2 到 5.4 卡池强度超模三神接连 UP 兵女技能曝光，火神队友来了 5.2 卡池调整 5.3 到 5.4 卡池曝光水神登场安排，新皮肤加混池来了。原神纳塔 5.1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接下来则是新五星角色希诺宁、小草神纳西达等角色的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5月2日恰斯卡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5月2日卡池新角色登场的消息了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2 卡池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，也就是最近一直提到较多的风系城女恰斯卡和城男欧洛伦了，其中有关于恰斯卡的剧情还是比较多的，欧洛伦的话出场相对而言就比较少了。而说起 5.2 卡池两位新角色例会的公布时间也已经确定，预计在10.7日公布5月2日卡池新角色的例会，至于是不是恰斯卡和欧洛伦也并没有确定，基本上都是网传，所以说到时候会不会翻车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距离5月2日新角色例会公布也就不到一星期的时间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预计在11月8日日的晚上8点左右开启，不过距离现在还远就不多说了。至于 5.3 卡池则是双五星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登场，其中茜特拉利的定位据说是五星兵系法旗后台盾，当然了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1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希诺宁、小草神纳西达等角色也即将 up，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除了人权卡希诺宁的登场外，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等角色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有关于5月2日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了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恰斯卡，同时还有一位新四星角色欧洛伦陪跑，复刻角色的话则是之前提到的流浪者、温迪、仆人，也是目前说法较多的版本。有关于 5.2 卡池新角色例会公布的时间是 10.7 日，距离现在也就5天左右的时间，到时候就知道会不会翻车了。而说起后续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消息还是比较多的。 5.3 作为海灯节版本，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会登场，两位都是五星角色，同时还会有海灯节的新皮肤上线，就是不知道这次会是哪个角色的新皮肤了。据说第二期离月的混池也会在 5.3 版本开启，复刻角色的话，钟离虽然长期未复刻，但是双神同卡池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，大概率在 5.4 及后续卡池才会复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 5.3 卡池的火神和茜特拉利两位五星角色的机制定位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茜特拉利是冰盾后台角色，可以后台挂冰，看样子大概率是个盾斧，给火神打融化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，这算是火神钦定队友了。至于火神的定位目前来看则是偏前台较多，不过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